欧文，快来吃饭。嗯？哎，你发什么呆？快吃啊！哎，你不吃饭干啥去啊？哦，原来是忘记给你加这个了呀。最近天气太热，容易造成犬猫食欲不好，营养缺失。经常有好多粉丝问，你家狗狗吃的什么呀？长得这么好，当然营养是少不了了。这个是红谷的营养膏，它俩从小就吃，主要它里面添加了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小分子特别容易吸收。最主要的是它可以提高体能哦。这款营养膏啊，它虽然叫做红狗，但犬猫都可以吃。所以我现在训它的时候也让它吃这个，一边训一边补充营养，一举两得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训练结束了，我多给你吃两口，一会儿你自己要听话啊，不许偷跑下楼去找楼下的小红狗啊。